你说屁大，老有人认为我是挤的屁大，其实不是。也有人说我牛逼哄哄，也不是。屁大教给我一种做人的方式，就是一辈子要活到老学到老。屁大也在我人生起步的时候给了我一帮朋友，那帮朋友一直到现在让我受益匪浅。我每天在这儿叨逼叨叨逼叨，好多都是跟屁大有关，至少是屁大奠定了我叨逼叨叨逼叨的基础。因为屁大讲究人格独立，精神自由，就跟共产党宣言里边那句话似的，在那里，逗号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。我每天叨逼叨叨逼叨说的都是屁大的话，这屁大不是说屁大那墙圈里，屁大有句老话叫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，屁大是没院墙的，谁愿意听课谁进去随便听。比如那个叫于世之啊，于世之啊，孙道林呢，都是屁大的。那时候他们在屁大三院，屁大三院在哪儿呢？现在叫民政部。由东安市场，于世之白天在中国书店卖书，晚上溜达着就到屁大去听课。屁大从来不检查他有没有出入证，因为大学谁想来听谁就听，所以这叫屁大。你现在去王府井有个叫东风市场，好多年我没去了，现后来是不是卖给李嘉诚了，改名叫什么东方广场，就那一片地儿，以前叫东安广场，后来文化大革命改名叫东风市场。东风市场我都认识好多人啊，实际上是好多小市场集合到一起，文革的时候把小市场全拆了，变成一个东风压倒西风，东风市场最北头是东来顺，对着仁义那个口。那时候我一朋友叫江尊，是东风市场的美工，我每次去东风市场我都一下穿过人柜台，那时候买东西好多得走后门才能买着啊，什么羽绒衣栽绒帽子，我可以穿过柜台就走了，喊说一声江尊，因为江尊是给全东风市场里边的美工哪个柜台都认识他，我牛逼哄哄的是吧，我去王府井我可以把自行车骑到东安市场的后边，跟那门看门老头说江尊就能畅通，现在都不是了啊。所以你看我交友的那个基础是以我出生地为圆心，基本以屁大为基础，但我这屁大不是院墙里那个屁大，而是屁大教我的那哲学是由内窝搜是由内窝塞腿的核心，以由内窝搜为核心，而不是以我为核心，但是以我生活居住的那个点为圆心，但是真正的核心是由内窝搜，这样就能让我有一颗开放的心，开放的心就不断地接收新朋友，学习新知识。前两天广电总局一姐姐，就是她老给我吃的，她给我有的吃的特别实用，就是干酪，奶酪，奶酪最省事儿，是，也好贮存，奶酪。然后那个她也给我不好吃弄的东西，比如春笋，春笋就特费劲，得炒啊、油焖啊什么之类的就麻烦，而且它属于生鲜。生鲜呢运也麻烦保存也麻烦，他就说你的这个自媒体啊不吸引新鲜人，不吸引新鲜人。什么是新鲜人呢？新鲜人就是小屁孩但是我怎么去吸引小屁孩呢？我不能装嫩呢是吧，我露了我胸是吧，我把我酥胸露出来，酥胸人家也不看我这酥胸啊，我这酥胸也不酥啊是吧，我写屎尿湿，我写尿或者说我不仅写尿，我写那个鱼什么滑的那种我穿过半个中国来睡你，
我刚这么一写，我就得被和谐了，嗯，何况我现在已经廉颇了，尚能犯，尚能犯啊，其他那些只是遗史。廉颇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将，和他相比的还有什么像白起？白起是以残忍出名的，是吧？我老觉得白起特像豆豆他爸，他建功立业实际上是以杀人多，而且人看那个长相和性格都比较是阴险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就是实在不行就直接找他老大哥去了啊。因为他是黄埔毕业的，一开始就老大哥培养出来的东西，直接找他老大哥，老大哥的帽子，然后那个我说这叨逼叨叨逼叨都是即兴而来，我刚洗完脸漱完口就想起说这些东西，上身衣服穿完了，底下还全裸着，全裸着并不是说要穿过半个中国去睡你，没那意思，就是我梦还似醒非醒。除了这个姐姐给我提意见，还有老邓。老邓是原 CCTV 军事部技术部主任总工程师，他不停地校正我火力应该怎么弄。也有小孩，就是给我锁定耳机的那个孩子，我每天都去学习。但是我有一个特点，我是我自己，我说了是吧，我是我自己，以我的每日的生活为圆心，但是我的心是由内握手的，所以我实际上我的心 My heart is not here, My heart is in the highland chasing the deer, 这是彭斯的诗，我喜欢彭斯说我的心不在这儿，我的心在那高原上追赶着飞跑的鹿群。这彭斯是谁呢？你看过《廊桥遗梦》吧？就是伊斯特伍德，拿着三个尼康 F2 去泡一个在家闲极无聊的少妇，也不少妇了啊，中年妇女弗兰西斯卡雅的故事，我们翻译叫《廊桥遗梦》啊，遗梦就跟遗精似的，已经不可能发生了，只能在梦中有。啊，美国人原来的名叫麦迪逊县的桥，啊 ，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。所以好多事儿说出来、写出来和真正能感受的差距很大，差距很大。每个人只有做你自己才是最有意思的，但你做人的基础要由内握手，不要狭隘，可以胡思乱想，也可以瞎说八道，但是不能去强迫人，不能去欺骗人。这就是到现在人家老爱说廉颇廉颇不能犯啊，不能那个了，但廉颇仍然是一爷们儿。但是最阴损的白起，杀人最多，建功立业最大，咱一说到白起，呸！